轮到我了。等一下吧，我还没玩够。在后面有恐怖的东西，在后面。哎呀，怕什么怕？我们是鬼啊！真的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妹妹来啦，今天工作 OK 吗？算顺利没有错啊，两只鬼都被我赶走了，就怎么了嘞？就身为一个堂堂的驱魔师，连鬼的阵营都没有看过，他们就这样被我赶跑了。而且连使用到法器的机会都没有嘛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真是好事来的。你天生的阳气都比一般人重，有你在地方，鬼都不敢出来的。你一个眼神啊，鬼都跑掉了，省时又省力，你妈跟我羡慕不来啊。就是说啦，我们昨天还去了几只鬼，就搞到今天这边乱乱的碰啊。可是我看你们在影片上会到乱舞的样子就很帅啊。我都没有问题。好了，不要这边打打杀杀了，附近房子在闹鬼了，你先去处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小心啊，听说这只鬼很凶哦。好吧。怎么了？这间荒废区怪怪的，小心点。这里交给我吧。好啦，不管什么鬼呢，应该都消失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人住的啊？先生，你不用担心哦，有什么鬼怪我都帮你赶走咯。鬼？可是我住在这里100多年都没看见鬼啊。哦，住了100多年都没有看到鬼啊，那应该是我搞错了。奇怪，他应该看到我消失才对啊。喂，你干嘛不逃跑？我干嘛要逃跑？你又不可怕。难道有鬼不怕我？那不是代表我终于可以使用法器了吗？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既然如此呢，本小姐就赐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呵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杀不到他？你好了没啊？当然还没有，你这是死鬼，你给我等着。你看，这可是我多年的收藏哦，是不是害怕的不敢说话啦？杀不掉你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能的话，我也希望你把我杀了。我已经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太久了，就连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也忘了。也许这就是我无法消失的原因，可能连老天也放弃了我吧。望月帘。喂，不要乱碰我东西。这个瓶子里面是什么？我也不记得了，但这瓶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既然你不清楚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。然后完成你的心愿，我就可以杀掉你了。我回来了，我还带回来了一个朋友哦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怎么还带一只鬼回来？还把刚刚给杀掉？哦，原来如此，现在唯一让他消失的方法就是完成他1万的心愿，好让他恢复实体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他杀掉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样子你会不会把他带回来呀？因为我要给你看这个。
万月莲，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花哎，我在书本上好像哪里看过，它的花期只有短短一阵子，它除了外观美以外，其实也没有其他非常大的作用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没有人愿意去栽种它。我记得我生前的时候好像有在栽培这种花，但我忘了我为了什么而种。那我们明天一早就起来种吧，反正明天是周末，都几点了还在那边讲话，还不赶快进来帮妈妈准备晚餐？来了。其实，为什么你那么积极地帮我完成实验呢？反正我都伤害不到人，就算你放任我不管，也不会怎样啊。怎么可以放任你不管啊？万一你哪天想起来一个很可怕的人怎么办？而且，一只鬼在世上无依无靠地生活了100多年，也是很痛苦的吧？再说。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只鬼，怎么可以让我以外的驱魔师干掉你呢？好啦，不说了，明天要早起。哎，干嘛跟着我啊？这是你孩子的房间，你又不用睡觉，你就去外面转转，顾家就好啦。好无情啊！来，不是光环玩啦？不会啦。哎，等什么？等我上线给你啊！没。单纯的羡慕。不要废话啦，赶快走吧。豆花盆的感觉好合适啊，好酷啊！还是再看看别的好了。哎，这根本就天才发明嘛！喂，别都乱逛了啦，快点过来一起选啊！哦。喂，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啊？这些是现代的种植工具啦，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压缩喷雾器啦，你看，很厉害吧？你那个时代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？真的很厉害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种花可是我的老本行啊！走，我带你去选工具吧。嘿，少选一点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这样够多动了吧？这未免也太多动了。喂，你干嘛？不要浪费我种子。这样广场网的方式成功率比较高啊，那有时间跟你一点点一点点的撞啊。再说了，我可是整个章节把你杀掉哎。照你这种撞法，我看我近期内是死不了了吧。啊，不行啊，你还是教我怎么撞好了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铲子来。啊，这还不赶快给我捡起来，要是有实体的话等于自己撞了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看着你这么努力的身影，不禁让我想起来我生前的日子。当时我跟我妻子两人含辛茹苦地从中国向南洋来到东南亚求生。当时的我们身无分文，靠着种花来维持生活。奇怪吗？很奇怪啊，你看起来那么年轻哎。不然你们现代人几岁才结婚呢？我们这个年代啊，
不到30不结婚呐、啊。啊，这么老才结婚，还有人要吗？你才没有人要嘞！奇怪，明明就按照你的指示种啦，怎么还是一样没有开花之前就枯萎了？哎呀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种子还有那么多啊，我们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赶快种下一批啊。都没事吗？照顾你都来不及了，哪还有时间去管那些花花草草啊？可是我想念你种花的样子啊，你明天能不能带几朵花朵来探望我？没问题啊，你要什么花我都给你带过来。虽然这个要求可能有一点过分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望月莲的花香味了，能不能种种几朵给我装饰房间？小事，你要种100朵都不成问题了。还是我的相公对我最好了。啊！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开花啊？每天给你浇水施肥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为了你，我每天日晒雨淋啊！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开花啊？区区一个植物都要嘲笑我是吗？去死吧！放弃吧。啊？我说放弃吧。干嘛突然间说放弃？因为我一切都想起来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啊。可是，种子已经发芽了。发芽有什么用？我一个花农用尽了一生，等不到它绽放一天啊，就凭你区区一个驱魔师，种出什么结果？可是也不能就此放弃啊，还有种子就还有机会啊，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在种。是我们两个人携手努力的成果哎！算了，喂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照出来给你看的。夏晴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坚持，只是真的不忍心看到你碌碌失望的样子。什么味道啊？怎么这么好闻啊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这是我从乡里带过来的望月莲花香膏，因为这里没得买，所以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。不过现在咱们的花店都已经开张了，总要得体点接待客人嘛。没关系啊，等你用完了之后，我就种多一点望月莲给你茶呗。好啊，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，别这样，味道都给你闻没了啦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都老夫老妻了，没有味道的话，再多擦一点呗。还真的给你种出来了，你让我这个卖花情何以堪呢、啊？哎，你可以碰到哎。对啊，多亏了你，让我找回我妻子留给我最后一样的性命。很厉害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瞧我？既然你完成了我的心愿，那换我来完成你的心愿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朵花只能在月圆的时候绽放哦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哎。因为我跑过来找月亮，真的超大超美的。小琴，你
没关系。我都已经活在人间100多年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知道我尸体能带到。